路线入弯，稳住。 靠近辅助线，再往左一个步一下。靠近辅助线，再向右一个步一下。 速度。
弯时，突然发卡弯来了。接近辅助线，再靠近左侧一点。这样的行驶轨迹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跟着辅助线，向右靠近一些。Thank you.
加速！
沿着辅助线靠近左侧。
经很快了，加油！加油！风驰电掣的感觉。保持速度，紧贴辅助线，稳定过弯。别紧张，我们一定行。接近辅助线，再向左靠近。速度之王，就是你！靠右点，跟着辅助线走。
这个节奏，我们会赢的。你是最棒的，我们会赢的。相信你的实力。保持冷静，紧跟辅助线，稳住过弯。追上他了，加油！你这速度是在挑战我的心跳极限吗？之王就是你。